安怎啦？面色遐尼歹看，应该毋是工作代志吼？是毋是阿姨甲秀云阁冤家啊？拢毋是，是阮哥的女朋友啦。你讲梁小姐啊？就是伊，昨昏阮哥哦带伊转来食饭，哦，伊讲话哦真正足超过啦，啊讲娘家对不起阮哥，佮讲我囡仔会拖累阮哥，俩代志害伊去担啦。迄拢偌久以前的代志啊，哪敢讲出来啊？就是啊，我承认啦，过去哦，我是常常甲厝内人惹麻烦，啊，阮哥嘛斗相共我真济，啊，不过迄是因为伊是阮哥，伊疼我。嗯，对啊，啊，梁小姐伊一个外人，是有啥物资格咱讲遮的？我嘛是安尼想啊，啊，唔然安尼哦，伊佫讲我马偏心，讲伊甲阮哥做伙哦，干焦想要过两人世界，应该你欢喜就好啊。啊，话讲到这么好听哦，一听就知影伊无想要替阮爸担这个啊，啊，佮叫阮妈哦，唔免唔忙，我哥会甲娘家担起来啦。所以我今仔日立去办公室，马上递辞呈。我决定哦，要去甲哥当斗三工，我要靠我能力赚真侪钱。甲阮爸这无拢总想好了，互阮哥一个人情。啊，恁女朋友则无话通讲。你钓鱼安尼，我伫起头咯。嗯，啊，做人就是爱真一口气啊。我只要想到梁小姐怎看我的感情哦，就敢那我是阮哥这世人的衰性同款。哎呦，这口气哦，我真正吞袂落去啦。欸，你伫遐跟我斗三工哦，我美好的未来哦，就全靠你啊。我嘛是遐人心水，是要安那跟你斗三工啦？欸，啊，你是高德建设的股东，佫是半个头家呢，对无？哇，迄是高档的大方，愿意分股份给我。啊，讲实在的。我嘛只是会当加领一挂分红尔，唔是啥物头家啦。哎呀，你伤过谦虚啊啦！坦白讲哦，我一直把你当作是我的目标。哎，若是即届我会当替格当甲上柜上市的代志处理好势，无得卡，我嘛会当甲格当变成我的伯乐呢。所以你石头路就是决定要甲格当斗三工。是啊，我问过足侪朋友啊，伊拢讲哦，未上市股票是卖本梦比，是卖未来。我口才好，应该无问题。啊，而且高档顶间毋是讲过啊，只要我开嘴，伊随时欢迎我。顶间回计数来的时阵，你蛮有滴啊。伊当阵高档是搁咧考虑爱上贵上市的代志。啊，搁有啦，你即马是石头路，才决定要甲高档三工，安尼对伊来讲是你咧求高档互你机会呢。安尼讲薪水蛮有差哦。哈，真呀假呀？啊！我跟鸟尊讲，格当顶个讲到安尼哦，应该是十拿九稳，袂变卦啊。鸟尊讲是十拿九稳，这是找头路、讲薪水上基本的美感。啊，你嘛做工过一段时间啊，做代志袂使来冲动啦。啊，今麦是要安怎？啊，我辞职拢交出去啊，嘛收袂转来安尼。好啦好啦，你莫紧张啦，我去探听格当的意思啦，看哪该开嘴话较妥当。是讲。高档考虑上柜上市嘛一段时间啊，应该是早晚的问题啊。哥，虽然咱无共姓，啊，不过该安怎讲哦，咱嘛是亲兄弟啊。我今毛干来当靠你啊啦，啊，高档拢有你挂名股东啊，你有肉通吃，至少嘛爱分我一个小弟啉一嘴汤嘛哈。我只是挂名股东尔。上侪就是趁一个名声，哪有啥物肉会当食啦？哎呦，你唔免出钱哦，咱高档就咧挂名股东啊，这甲天顶落钱落来，和你有啥物无共啊？欸，我只啊足欣赏你哦，高档还当作是亲生后生咧照顾啦，就算无富爸爸，至少嘛有人赏识你啊，对无？不如你交一个有钱女朋友啊，会当减奋斗十年。没，我互你这个成功的哥哥钓鱼当啊！卖讲耍笑啦，我连成功阁遮远个呢。拜托的，你有你家己的厝，有好的头路，啊，薪水阁高，啊，等你甲明凤结婚生囝以后，你就五子登科啊呢？哪会像我，我赚来的钱哦，干那会当摕去行者，啊，唔知影等到倒一天，就会当甲你同款。无啦，莫想遐济啦，你着继续打拼，迄天真紧就会到。所以你是讲，迄、那个涉事工人的家属？即摆日子过了真艰苦，咁要过袂落啊！因某早就改嫁啊，甲囡仔留互阿妈照顾。即摆就靠老大人捡一寡歹摊骨下，做资源回收，免扛过日子，连啥都拢食袂饱。
我听讲，亲像王老师要接受助尊证的时候，有摕赔偿金给因呢。赔偿金是有摕啊，也不过弄迄个高兰小弟摕去报缴，报到输了了啊。电动引导又搁伫外口欠一堆账。记者因到尾啊，遮尔凄惨。啊，我若是摕一笔仔钱给因，叫因去大闹一场，伊应该愿意啦吼。大家轻松一碗饭给因吃。这是因几世人拢想袂来福气的。小心哦，别叫人。大家放心，我一定甲因一个伙啊，拢安排好。听讲哦，杨议员要接受电视台的采访，咱哦，就太上车影的时阵，甲拍摄。我去摸伊砖头花，伊才会知影讲哦，爬愈悬，摔落来愈疼。应该是你倒来啊，你先离开。是。志康，哎，王总给你一个拄好，大家等你。好，谢。怎么？来，你来，来，我特别泡个普洱茶，迄气味真好。我起来就好啊。啊！你今日来是毋是要问我公司上规上次的代志啊？顶个股东，你甲你讲讲，我是挂名股东，我之前咱无听过你有这个安排啊。啊，最近较无闲啦。啊，若无吼，我本来想要找一下时间，好好甲你讲这件代志。啊，你嘛知影讲哦，我名下企业真多啊。啊，会计师早就叫我哦，爱找一间体质好的公司来上规上市。啊，其他事业体吼做转投资。啊，尽量把资本做到上大，安尼对以后哦全盘的事业发展嘛较有利。我了解啊，那安尼国当拍算要紧就是你公司来做。这两年啊吼，生物科技较有发展性，较话题性。啊，拄好我手内哦有一间三星制药，我想要顺这个势吼，甲转型，改名叫做高峰生技。安尼足好诶。大家拢讲哦，这生技业是台湾所有人的明星产业。咱若早一步比别人去做，咱就赶紧占领市场利润。我真正哦，无看唔到啦。你会敢讲哦，这段就无输我，咱拢是第一名的嘞啊！那你股东意思是，爱我提钱出来投资这高峰生技？那就你提钱出来啦，我都已经讲啊。你是来做我挂名的股东，啊，钱当然是为我才出啦。啊，我甲会计师吼已经规划好啊，我要给你一趴的股份。这哪会使啦？一般的这上规上市的公司，一趴的股份就遮济呢。啊，我是凭啥物会当？别我影响你，把你当作家己的事实在栽培。股东，我知你对我足好诶，伫个需要上买你只康家话。要唔过我真正袂当安尼白白占你的便宜啊！进入迄个改革啊，你嘛是有好过分呢。迄是你有材料家己争取来，那咱讲我是占我的便宜啊。啊，若即摆吼，就当作你甲我斗相共，会计师甲律师吼，拢甲我讲甲真清楚啊。以台湾啊上规上市的法律规定啊，我是袂当一个人独资，啊，持股吼必须要分散。啊，股东的人数袂用得少嘞，所以啊，你来做我挂名的股东，我给你一趴的股份。这一趴的股份哦，算是我投资你个人，因为哦，我真看重你的才情甲能力，我想要送你一个好前途。哎呀，哥，这个哎，啊，你若是唔肯接受哦，就是无把我当作家己的哦。其实啊。你嘛会当换一个角度来看这件代志，你就当作是我咧弥补你的亲生老爸一份亏欠吧。国长，这别人的想法我是无法度感谢，也毋过我家己就从来毋捌讲，认为我亲生爸爸是因为国长你害到走投无路的啊。确实毋是因为我，但是当初哦。
我对你的亲生老爸放荡的，这嘛是事实啊。所以我无希望哦，你逼我，啊，佮你的亲人朋友中咧歹做人，所以我尽量会当替你做，啊，我就尽量表示。多谢郭大安的道理和大量啦，我就感谢的。我以茶代酒，来感谢你，我敬你。嗯，来。哎，啊对了，啊进前哦，我跟恁小弟哦来跟我斗三工上规上次的代志，啊伊是考虑得安怎？啊咱唔讲话哦，感觉恁小弟不愿意哦。你讲有咧考虑啊啦，也毋过，伊即马伫咧银行做好好的，业绩嘛是前三名，需要一段时间去说服厝内面的人啊，才会当决定。有咧考虑就好啊啦。啊！你甲你讲讲啊，叫伊莫想伤济。啊，假使讲伊若愿意来我的投资公司上班哦，我着互伊做副总诶，免几年哦，伊着发财啊啦。啊，我甲伊讲，我高三哦，上爱栽培少年人，尤其是亲像哦，你甲你讲这种有才情，搁知影低温报本的少年人。那你讲哦，养儿防老，我唔免。我若是哦，有你甲你讲哦。我就当翘脚练喙手，无则讲哦，我可以当提早退休，去过一种逍遥自在的日子呢。郭大兄，你还信任我，是我的福气啦。安下呢吼，你都要好好啊做，千万唔通好失望哦。我一定尽力。嗯。欧巴。